是这个吧？不是，真的是太棒了！这就是冰之使者的骨架。 那个身影是，快走！我们快走！是章鱼怪！我用声波弹电反，你先走。 大家注意，到目前为止，酷暑仍然没有降温的迹象，各地气温也将持续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。气象局预估，这种天气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在东京市区，有部分地区测出了45度以上高温。你想要吃刨冰，吃到饱的道具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会活活被热死的啦！ 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写作业，又来了。你每次都这样说。是拖拉机打来的。哥哥，你还好吗？太好了，看起来还好好的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好，这个地方热死我。你说这个吗？天气怪异。我看机器人占卜明明说，哥哥你这个礼拜会遇到人生最糟糕的运势，会有冰难之象哦。冰难。 大家都说这个占卜很准的，他写的就是冰难这两个字。冰天雪地的冰，就是会遇到与冰有关的灾难。总之你要小心一点，绝对不要靠近冰啊！还有，也要小心企鹅，你的幸运或是星星。哆啦美，你也真是的，每次都这样被流行牵着走。你说什么？被流冰冲走？哎，你看这个，之前觉得很有趣就剪下来了。巨大冰山，我们现在就立刻去吃刨冰，吃个够吧。原来如此。哦，那哆啦美的占卜怎么办？ 他说你有冰弹之象，要离冰远一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就是巨大的冰山呢。在那边。 什么都没有，那都是一个月以前的新闻了，搞不好早就融化了。嗯，啊，这边，这边，啊，哎，刚刚那片。
片冰墙是，你看这边，哇，是巨大冰山呢，太棒了，这些全都是冰吗？在这里就可以吃冰吃到饱喽。有这么多的话，怎么吃都吃不完。哆啦 A 梦，我现在回家把桌椅拿过来，借我任意门吧。不用啦，我有一个好道具，冰雕工艺组。什么？好痛哦！这就是桌子跟椅子啊。哎呀，我弄错了，我看看啊，要调成增加模式。然后再做一些细部修饰。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再这样。好厉害哦，雕出沙发了。差不多了。接下来，松松软软喷雾，只要用这个喷一下，就可以让冰变得软绵绵的，而且不会融化哦。那桌子也做得出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什么造型都能做出来。冰冰凉凉的好舒服啊，最近这几年夏天真的太热了，如果地球上到处都是这种冰的话就太好了。你又来了啊。不过说真的，地球在很久以前的确就像你说的，曾经被冰给覆盖住哦。啊，我知道，是不是长毛象的那个时代？比长毛象那个时代还要更久以前哦。那个时候地球表面全部都盖着厚厚的冰。真的吗？在那个时代，不管是大海还是高山，全都盖着一层冰，所以不管你走到哪里，看到的都是眼前这样的景色。哦，这种现象叫做雪球地球，据说持续了好几千万年呢。唉，总之这些都是人类在地球上诞生前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好了，已经凉快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快点回去写作业吧。哎，难得找到这么棒的地方，我们再稍微玩一下嘛。对了，我们在这里盖一座冰上游乐园吧。你难道不想试试看吗？用冰打造的摩天轮，还有云霄飞车。那作业呢？没关系啦，暑假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啊。好啦好啦，那只能玩一下下哦。耶，哆啦 A 梦，你最棒了！心の中いつもいつも描いてる夢を乗せた自分だけの世界地図。
球现在是怎样了？好奇怪哦。改坚固一点好不好？抱歉抱歉。哎，让我们也做做看好不好？是可以了。我会做出更酷更炫的东西，你们就等着看吧。你们刚刚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哎，等一下啦。真是深呢、欸。好像埋着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没事吧？那块冰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在冰山最底下发现的。什么东东？那是哆啦 A 梦的道具吗？不是我的啦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了。这看起来像一个手环，会不会是有人掉的？那就要拿去交给警察咯。可是刚才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别人呢。他既然冻结在冰里，就代表已经掉很久了吧。对了，那座冰山是从南极飘来的吗？没有错。那么这就是南极的人弄丢的咯。哎呀，哪有人住在南极啊？应该有吧，南极基地之类的。这个东西搞不好会是一个大发现哦。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冰年代测定机，用这个就可以调查冰块是在什么时候结冻的。真厉害。十万年前，果然没错。十万年前？有那么久远吗？冰山是雪降下来以后经由数十万年的累积形成的，所以越下层的冰年代就会越久远。原来这个在十万年前就掉在那里了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人类发现南极大陆的存在不过是大约200年前的事，在那之前不可能会有人类的踪迹才对。而且十万年前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，那时代的人类根本就没有能力制作这么精巧的金手环。十万年前，南极，如果能找到失主的话，是记得大发
防线。大熊，还有没有什么被解冻的东西啊？我们再回去找找吧。算了算了，今天已经很晚了，我们明天再出发，去冰山原本的地方看看。好，那明天早上就在这里集合吧。绝对不可以睡过头啊。那当然。妈妈晚安。晚安。一大早的要去哪里呀？我们现在要去南极，记得吃晚餐之前要回来哦。亚特兰提斯，关于这件事情，我是听我堂哥说的。据说在南极的冰层底下，沉眠着某个消失的古代文明，而且也有人提出怀疑，说那也许就是亚特兰提斯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他们在10万年前打造出这样的一个金手环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是在南极那里啊。你说的什么亚特兰提斯？亚特兰提斯，要是我知道在哪里，那就不叫消失的古代文明啦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现在也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亚特兰提斯，但是看来南极冰层底下可能真的有什么东西哦。你们看这个地图，这里是昨天我们去的冰山所在的位置，我把这附近的洋流标示出来，这个冰山应该就是被这股洋流带过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逆着流向往回走，沿着南极大陆一直往西绕过来。那个亚特兰梅苏，不对啦，金手环不是在这里被解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冰山是从这里飘过来的吗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，南极大陆上大约是从4000万年前开始有冰产生的，积雪会变成冰，然后冰越积越多，最后就形成了巨大的冰河，这就叫做冰背。它会动哎。这些冰会越来越重，然后就像糖浆一样从高处往低处流动，最后会流到海上，接着会受到海浪的推挤断掉了。这个就是冰山。原来如此。那这个金手环到底是在哪里结冻的？那个地点应该就在南极大陆冰河流动路线上的某一个地方。那我们只要根据这份地图就能在冰下面找到。但是冰竟然会像糖浆一样的流动，我觉得好难想象哦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我认为可以到这个地图上冰山生成的地方看一看，你们觉得呢？当然好啊，我们走吧。如果找到南极的亚提拉米苏，就是世纪大发现呢。我们一起去找这个金手环的主人吧。既然这样，各位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
亮星星哎。因为南极在地球的另一端，所以现在是冬天。这个时候南极会有永夜现象，太阳好几个月都不会升上来。一直都是晚上吗？要小心哦。我们这边气温是30度左右，不过门的另一边可是-40度哦。那也太冷了吧，一走过去就会被冻僵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来，大家先穿上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穿这个？这可以穿吗？这个叫做极地探险套装，穿上这个在冰上走路就不会滑倒，就算在南极也能感觉很温暖舒服。好看吗？好可爱呀，很适合你。东西都带齐了吗？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跳。你先转过去把眼睛闭上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埋的？柠檬口味的糖果可以吗？不可以偷看哦。可以张开眼睛了，你摩擦线圈试试看。你知道吗？只要一直摩擦这个寻宝线圈，它就会把这附近埋着的东西都找出来。哇！你摩擦的次数越多，它就能够找到越深越广的范围。我们只要一边摩擦线圈一边前进，就能找到埋藏在冰底下的东西了。原来如此啊。好，那我们快点出发吧。对了，这样怎么样才会动啊？来，随音左韵绳还有极地探险用乐谱。首先吹奏召唤它的曲子，然后刚刚我吹的是前进的曲子，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00公里哦。
们真的没有走错路吗？我已经累得走不动了。那个什么提拉米苏的真的存在吗？哦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等暴风雪停了我们就回家。怎么这样？我们好不容易才来这里的耶。大熊，你根本什么也没做吧？哪有什么也没做，我不是一直在摩擦它吗？啊啊，你有反应了。嗯，到外面了。啊，哎，你们快来看。啊！这个反应是……啊！在这下面。好，探查鼹鼠。首先用这个来。怎么了吗？发条冻结。谁快来救救我！救我！这个反应的强度就像是地底下有一座城市。好，看我的。差点被你给吓死了，抱歉抱歉，快让我下去啊！这台叫做冰底探险车，它可以在冰底下钻洞，潜到数千公尺深哦。大家找位子坐好，并系上安全带。现在，引擎启动，陀螺仪控制确认，雷达启动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也准备好了。那么就角度 OK， 冰底探险车出发。水平轴没有异状，深度计状况良好。X 轴增加2%， Y 轴减少3%。大熊，你看。这些冰像星星一样，那是被封在冰里面的空气反射光线而产生的景象。哎，南极的冰全部都这么厚吗？我记得最厚的部分好像有4000公尺。哇塞，那不就比富士山还高吗？奇怪，我们应该还没有潜到那么深才对啊。这里是哪里？照理说应该是南极的冰层底下才对。就是在这里被冻住的，没有错。可是要怎么进去里面啊？到处都找不到入口。线圈应该就是对这座塔产生的反应吧？
可是细菌的反应那么强烈，应该不只有一座塔才对。等一下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到底是怎么跌倒的？快来看，哆啦 A 梦。整座城市都被冰封了，看来线圈是对这底下产生反应。你们看那里，看塔身的那个地方，那里有一个洞，说不定可以从那里进去哦。那就交给我吧。来，给你。看我的。里面好像没有结冰哎。哎，有人在吗？那里好像有东西，该不会就是亚特兰蒂斯的宝藏？是冰块，里面有东西呢。交给我吧。这团毛茸茸的是什么？总之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宝物。它会动！救命！长毛象，可是看起来不太像。哎，你该不会是亚特兰提斯人吧？其实我们捡到一个金手环，正在找它的主人。不会就是你？好痒啊！他是怎样啊？他好像很黏大熊。哎呀，包包是要给我的吗？这是什么？哎呀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个。这次换成黏哆啦 A 梦了。哎，大雄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。你们快来看，有一个往下的楼梯。好暗哦。不知道最下面通到哪里，这时候就要用这个一次性人工太阳。这个道具可以为我们提供十分钟的照明。好像有东西，我们下去看看吧。哎，等等，好深哦。这里面好像也冻着什么东西。这个看起来好像就不是长毛象了。你们不觉得看起来很像？怎么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被冻住了？这个怎么看都是哆啦 A 梦吧。这些冰块也是10万年前结冻的，跟那个金手环一样。冰蛋之象，哆啦美的占卜真的应验了。不要乱说话，我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？我把冰融掉看看。搞不好等一下它也会冻起来啊。哎，可是这个，搞什么鬼啊？这不是石像吗？可是为什么是哆啦 A 梦的石像？你干嘛啊，小毛头？胖虎，小毛头不是这样用的啦。不然你觉得长毛象的小孩该怎么叫啊？就叫小长毛象。哆啦 A 梦变成企鹅了。我才不是什么企鹅嘞。
变成了企鹅，还攻击我们。他是不是一直在说些什么？感觉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。十万年前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对了，我们搭时光机去金手环被冻结的十万年前看看吧，这样就可以解开这一切的谜团了。有道理耶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先回大雄的房间吧。我忘记把任意门带在身上了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还有另外一个道具，时光腰带，把它设定为十万年前。大家互相抓紧哦。虽然这个道具没有办法移动位置，但是可以在各个时空之间自由穿梭。也没看到刚刚那只企鹅，也就是那些事都是之后才会开始发生。这么多人一起时光跳跃，电池消耗的好快哦。没问题吧？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准备了备用电池。你们看那边，里面有光线透出来耶。这应该可以打开吧？怎么打开啊？看我的！你们在干嘛？快来帮忙！这里是啊。是一个城市，还没有结冻。酷哎！我们回到了南极还没结冻的时代。可是这不合理呀，就算是十万年前的南极，也应该是冰天雪地才对。这是我们刚刚走下来的塔。有一片穹顶映照出天空哎。果然没错，这里还是在南极的冰顶下。有人吗？亚特兰提斯人，你们有听到吗？胖虎，你小心一点啦！看来这里已经很古老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住。哎，我们到下面看看嘛。下去看看吧。这城市好像半个人都没有，不知道本来住在这里的人都去哪里了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毛毛他真的是太顽皮了。毛毛？对呀，因为他全身毛茸茸的，所以我叫他毛毛。哎呦。
是哪里？哎呦，这里看起来好像才刚崩塌没有多久。那个黑黑的东西是什么？妈妈，怎么了？下面有流水。怎么会有水呢？会不会有鱼啊？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爆炸了！干嘛？是什么？那个不是乌贼啊！大熊，哆啦 A 梦，刚刚那是什么？快拿翻译局用出来！等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等一下再解释。肉别重了！说了，我是海星王，
那只章鱼一听到我的歌声就逃跑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它一定是听到你的歌声以后感动得快晕过去了。这样啊，原来如此。等一下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长得很像尤卡丹的弟弟，不过耳朵的形状不一样。哎呦，这样吗？大熊，啊，都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大熊，这边是哆啦 A 梦和静香。我叫做小风，你叫我胖虎就可以了。我叫卡拉，他叫尤卡丹。哎，我们是从冰河冰河星来的。目的就是要调查这座遗迹，冰河冰河星。原来不是亚提拉美苏人哦。刚刚的怪物是什么？那是章鱼怪，本来是守护这座遗迹的石像。昨天我有个东西掉到水里，今天回来找的时候就被他给发现了。有东西掉了，大熊。其实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找这个金手环的主人。金手环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果然是你的吗？太好了，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十万年后的冰里面发现的。十万年后的冰里面，我们是从十万年后的未来过来的。哦，你怎么？小声一点，是石蝙蝠，我们被包围了。石蝙蝠被包围？这个皮包就可以把远处的东西拿过来了，真方便。怎么了？好痛啊！他逃走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追踪徽章。只要我们追踪这个讯号，不管他跑到哪里都能够找到他。他往塔那边飞过去了。甭追。等等。已经快要黑夜了，现在去追他们太危险了。黑夜。卡拉，你没事吧？状况怎么样？我刚才找到金手环，可是又不小心被石蝙蝠给抢走了。这样啊，算了，天已经快黑了，你快回来吧。你确定靠那个地图可以找到金手环吗？那当然，这里有几位客人，我会带他们回去。有客人？你们先跟我回基地去吧，在那里可以平安地度过黑夜，等天亮了我们再去找金手环。到时候地图可以借我看吗？是可以了。这座城市
一天只有三个小时，穹顶会映照出天空，也就是白天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都是黑夜。只有三小时？黑夜的气温非常寒冷，至少会到零下100度那么冷，你们只穿那样不可能在外面行动的。零下100度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里是我们的祖先古代冰河冰河星人所建造的城市，不过现在已经都没有住人了。快被追上了！不用害怕。等一下会很不稳，大家抓好。这是水陆两用车啊！你不看，休眠一段时间，他们在睡觉哦，所以毛毛本来也是在冰里休眠的。他们冬眠时年龄不会增长，所以他们是很长寿的。曾经还有人在彗星的冰块里发现，在宇宙中漂浮了数百万年之久的泡泡呢。哦，就在这上面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基地。哦，怎么了？你们就是他说的客人吧？欢迎来到我们的基地。不是，你为什么会穿着生存套装？是不是又偷跑出小岛了？不是跟你说要乖乖待着的吗？哎呦，糟糕，这个嘛，我只是去遗迹那边调查一下。好了，不要那么凶嘛。真拿你没办法哎，明明脚的骨头就还没有完全好。博士，你看，我的脚已经不痛了。对了，今天难得有客人来，我们晚上就打开食材库吧。真的吗？毕竟啊，这几天都只有吃芋头吧。今晚要吃大餐喽，你们就拭目以待吧。还有炸弹布丁可以吃哦。炸弹布丁。好了，你们几个先去洗个澡。看看你们身上那么多的灰尘。洗澡。我跟妈妈说好了，吃晚饭前会回家的。我也是，一定会被妈妈骂的。别担心，等事情告一段落，我们再用时光机回到出发那天的傍晚就好了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好了。闷一下就好了，请大家再稍等哦。好，久等了。我开动了。好吃，超好吃，吃起来既像 cheese 又像棉花糖，这让我想起了巴黎五星级饭店的味道。什么？你们是从10万年后的未来专程送金手环来给我们？冰河冰河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啊？冰河冰河星距离这里刚好有10万光年，你可以看看那边的照片。整个星球都是白色的。以前我们的星球可是绿意盎然，充满生机的，只是现在都被冰给覆盖住了。整个星球都冻结了吗？都是冰之使者害的。冰之使者
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们的祖先，也就是古代冰河冰河星人，曾经拥有很先进的科技，就算到银河尽头也不是问题。但是这些科技已经都失传了，并没有传给我们，这是在这座遗迹里抓到的虫。其实它是古代人制造出来的，就像那些石像一样。所以这是章鱼怪的同类喽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借由研究古代人的遗迹来发展我们的科技，但是有一天我们却发现了一扇不该打开的门。冰之使者，最强的移动石像，他们可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控制得了的货色。放弃了这颗星球，我为了寻找再度封印冰之使者的方法而踏上的旅程。这趟旅程实在是相当漫长，不过我总算在这颗星球找到能够封印他们力量的金手环。原来那个金手环是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来。可是古代人没事做那么恐怖的东西干嘛？就是说啊，而且他们怎么会跑到地球来呢？他们发现可以住人的星球后，就会使用冰之使者把整个星球冰冻起来。把星球冰冻起来？把星球冰冻起来，不是就不能住人了吗？不会，被冰封的星球，等到冰融化以后，反而会让星球出现爆发性的变化。雪球地球？你说那个啊？好像说古时候地球被冰所覆盖着之类的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地球以前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状况，大约在6亿年前，地球跟冰河冰河星一样是一个雪白色的星球，这个现象持续了数千万年。不过在冰水融化后不久，地球上的生命开始出现大幅度的进化，这就叫做寒武纪生命大爆发。据说现在大部分生物的原型都是那个时候所诞生的，所以我们的存在要归功于古代的冰河冰河星人了。奇怪的是，这个遗迹里的冰之使者全都是未完成的状态。我想这个星球结冻的原因也有可能跟我们古代人无关。雪花地瓜球跟冰箱使用者，原来如此。你从头到尾都没听懂吧？放心了，像那种怪物，我胖虎一定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的。这个也是古代人做的吗？那个是从黏糊黏糊星人那里买来的战士玩偶，按下背后的按钮看看，做得很精致哦，原本眼睛还会发光呢。还有这个，这个眼睛也会发光。好，来吃布丁吧，这是炸弹布丁。好。怪兽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，无论被打倒多少次，我都不会轻言放弃的。看我最后一击！好想吃头发烧。探险车载不了我们所有人。
把他们丢在那里又太可怜了。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动过，那里应该就是他们的巢穴了。吃蝙蝠的巢穴啊，说不定有什么有趣的东西。博士，你的脚根本就还没好吧？你留在这里等我们。可是那么珍贵的资料，我得用相机记录下来才行啊！放开我！我们马上就回来。拍照的任务就交给我吧。哎呀，还真是没办法。怎么回事啊？冰之使者的储藏库，明明还是白天，怎么聚集了这么多的雪蝇啊？你们看，我们要爬这个吗？看起来是这样，那我们走吧。先等一下。前面不知道会出现什么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先把这些道具带在身上。统卫出发！小姑快跟上啊！好。啊？怎么了吗？我怎么觉得刚刚好像有人呢？你这么一说，怎么办？好像跟他们走散了。没办法了，就用这个吧。寻物手杖，他会告诉我们要找的东西在哪里，金手环在哪里。他在思考。这边，他的准确率有70%，那根本不准嘛。你说那种话害他听了很受伤。总之我们就往这边走走看吧。啊，还要爬楼梯哦？那当然，来，我们走。刨冰，你们会把冰拿来吃哦？走这边。淋上各种口味的糖浆，很好吃哦。你们真的什么都吃？也没有说什么东西都吃啦，搞不好你们连冰之使者也可以吃。哦，不对了，冰之使者到底长怎样啊？身体是冰做的巨人，我只有近距离看过他们一次。他们会吸收附近的冰，然后就越变越巨大。冰之使者，我马上去通知大家。自从那天开始，我们的城市就被冰封起来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有金手环就没问题了。管它是冰之使者还是什么，全都变成刨冰吧。那我送你一些糖浆当伴手礼，你想要什么口味的？哆啦 A 梦呢？在那边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过去吧，你先过去吧。食蝙蝠的巢穴。
些应该都是他们搜集的破铜烂铁。哦，是胖虎跟小夫的背包。难不成？找到了金手环。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闯入我的塔里？你是谁？怎么回事？秉承使者的骨架上出现冰了。是静香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你们也太慢了吧。嘿嘿，好痛啊！这什么？不好了！大雄他们人呢？追踪徽章居然在这里。真的呀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一定是从上面掉下来的。金手环一定就在这个上面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有啊，没听到。大熊，他到底要带他们去哪里呀？是陷阱，他们会被刺中的。大熊，我就要想个办法告诉他们。需要用到道具了，都还给我吧。给我等一下。大家不要被骗了，那家伙是冒牌货。居然有两个哆啦 A 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真讨厌。我才是真的哆啦 A 梦，不对，我才是真的。谁才是假的？小心我揍扁你哟！嘿嘿，你们看，那边那个哆啦 A 梦，他的铃铛跟百宝袋都是冰造成的。对了，如果是真的哆啦 A 梦，就从百宝袋里拿道具出来看看啊。当然可以。哒啦，这样就不会错了。真的是哆啦 A 梦的道具。这么看来，那个才是假的。不是，我的口袋被掉包了啦。原来如此，这么说也不是不可能哦。那你们说说看，我叫什么名字啊？还有我的名字。那还不简单。你怎么了？好像讲不出来。是胖虎还有小夫。看吧，果然那边的才是假的。你这个冒牌货，我要教训你。那家伙是谁啊？也许他的真面目是守卫这座塔的石像。要怎么处理他？干脆用急速冷冻灯把他冰起来算了。他好像很生气的在挥拳头。冒牌货，现出原形吧。你们不觉得他很可怜吗？又还不能完全确定他就是冒牌货。
你在说什么呀？他的铃铛跟百宝袋都是冰做的，而且还讲不出我们的名字。可是，好了好了，不然就给你决定好了。对呀，大雄，你应该是最了解哆啦 A 梦的人了。我吗？大雄，小心一点。说什么蠢话？那怎么可能？好了，快把那家伙冻住了。不行，大雄，你走开！卡拉，快点啊！就算他没有铃铛跟口袋，我还是觉得他是真的。讲不出我们的名字又怎么样？哆啦 A 梦就是哆啦 A 梦。大雄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听你在那边胡说八道！拿来！你干嘛？大雄！大雄！哆啦 A 梦，你刚刚救了我吗？谢谢你！吓死我了！既然他救了大雄的话，就代表，那个才是冒牌货！可恶！他解冻了。终于能说话了，快让开，哆啦 A 梦，你快点，快一点，快停下来！原来那个家伙是想把我们刺死，还好哆啦 A 梦救了我们。哇！哦，对了，你们大家看这里，不就是我们时光跳跃之后第一个来到的地方吗？真的耶，这个冒牌货的真面目就是那只企鹅啊！那就让它永远被冻在这里吧。那是不可能的啦，十万年之后你就会把它放出来啦。是这样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去狠狠地把它修理一顿吧。这么做的话，历史会改变的，就让它保持这样吧。还好有你，真是帮了大忙呢。刚才对不起了，哆啦 A 梦，都是我们不好。没关系啦，那也是没办法的。啊，话说回来，金手环呢？在那边。他只是哆啦 A 梦啊，该不会，这个是金手环，看来是那个家伙把它放进百宝袋里的。卡拉，来，给你。谢谢你们，真的很谢谢。怎么回事？糟了，马上就要天黑了。博士，我拿到金手环了。干得漂亮，但是我们必须把那个金手环放回冰之使者身上。放回去？其实这个冰之使者根本就不是未完成状态，而是早就已经完成，只是在还没有注入生命之前就被封印住了。是我们把封印给解开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这颗星球也会被它冰封的。什么？你们看那边。
冰之使者正在苏醒当中。卡拉，现在或许还来得及，快把金手环放回去。那放回去以后，金手环会变怎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现在也只能……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金手环，那我们冰河冰河星该怎么办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地球都要被冻结了耶！就是说啊，可是……快把金手环交出来！不行了，来不及了。是十万年后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回去把尤卡带跟哆啦 A 梦带回来。电池没电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荧幕不亮了。对了，这里是不是在南极冰层的下面？我们该不会就这样被困在这里了？都怪卡拉。谁叫你们要来我们地球？没错，我们现在会变成这样，全部都是你们害的了。可是我……真是的，你快想办法，卡拉！不能这样说，卡拉也只是为了要救自己的星球，这也是没办法的。大熊，就是啊，你们两个不要再这样说了。可恶！你打我干什么？妈妈！
了好像用不了。多拉美的占卜真的说中了，时光腰带应该也已经没电了。这样下去，我也会被冻住的。哇哦！你说的对，我还不能放弃。大雄以后还需要我的照顾呢。要是能把时光腰带的备用电池送到10万年之后就好了。我怎么觉得好眼熟啊？来了，快到上面。你本来就可以待在冰里冬眠，就算真的躲不掉了，你也能够活下来。我虽然是高性能机器人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冬眠呢。冬眠？等一下，这个电池。这样啊，我懂了。能用的道具就只有这些吗？冰底探险车应该还在上面吧，不过也已经坏掉了。用这些有办法向外面求救吗？这就是时光腰带的电池。总觉得在哪里看过。哎呀，毛毛，原来你的包包一直在这里啊。哎，那个背包是怎么来的？这是跟毛毛一起被冻起来的。哎呀，那个是博士的背包啊。什么？博士的背包不是有卡丹背着的吗？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毛毛会在那种地方冬眠呢？毛毛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哎呀，毛毛，有卡丹？这是我的，好像在哪里？因为他现在全身都毛掉，所以我就叫他毛毛。难道说，哆啦 A 梦？这样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们可以去救哆啦 A 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待在冰里就安全了。有卡丹，这个背包你就帮我带给大雄吧。包包里怎么会有电池啊？是哆啦 A 梦交给毛毛的。启动了。可是那毛毛是从哪里来的？其实毛毛就是10万年前被哆啦 A 梦冻起来冬眠的尤卡丹啊。所以毛毛变成尤卡丹？不对，应该说尤卡丹变成了毛毛。可是颜色不一样啊。很可能是在冬眠的时候它的毛变成蓝色的了。走吧，回去10万年前。可是那个怪物要怎么对付？对呀，不把它解决掉不行了。就是啊。我们有金手环啊。用这个金手环就能够把它封印住。这样好吗？我不可能为了救冰河冰河星眼睁睁看着你们的星球被冰封起来。卡拉，好，那就出发吧。可是我们要怎么靠近那个怪物呢？交给我吧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是了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们几个一起去拯救地球吧。完蛋了！
牵制住了，趁现在快走。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就照计划作战。好，来呀来呀，这边这边。才不会让你那么简单就逃掉呢，干得好。那是什么？他长出翅膀了。这就说好的不一样了。喷雾也没有用了，这家伙他想从头顶的大洞飞到地面上。好像变慢了，那个是弗莱姆，我用水雾皮包把湖水直接打过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因为身体是冰做的，所以它会怕水。大熊，趁现在，走吧，好了，找到了，我最爱的泡面在这里，是我的高级巧克力耶。胖虎，你看，这件该不会是……真对不起，卡拉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到别的星球去找。卡拉，宇宙是很宽广的，一定能在某个地方找到。哎，胖虎他们人呢？你这么一说，你们刚刚去了哪里？你们看呐，这些是在石蝙蝠的巢穴发现的。这些都是他们搜集起来的。金手环，这个是看起来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啊，也许真能拯救冰河冰河星哦。真是太好了，卡拉，谢谢你大熊，也谢谢你们大家。
我送你们到地面吧，各位都跟我们进基地去吧。哎呀，有卡丹吗？没关系，十万年后你们就会把他叫醒了。十万年？这没什么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睡了一场午觉。No！Good eve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. 这个苹果真的很好吃哦。哎，这是真的，这真是太令我惊讶了。经过了连续好几天的酷暑，明天开始将出现久违的凉爽天气。大熊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观测天体呀。博士告诉我，冰河冰河星的坐标，我已经把望远镜对准了。他们那里距离我们十万光年，所以现在刚好可以看到十万年前的景象哦。这就是冰河冰河星啊，全都是白色的，被冰封着。你再仔细看看。我看到了，冰开始融化了。这一定是博士的研究已经成功了。真的是太好了，卡拉。已经慢慢开始转凉了，夏天也快结束了呢。大熊，哆啦 A 梦，吃饭了。いつもいつもここじゃない気がして、遠い空に憧れた、まっすぐな君を見て、小さな僕を知った、誰といても僕じゃない気がして、誰かの後ろを見てた、隠れても隠れても君だけは僕を見つけてくれた。傷つく一緒と傷つかない一人、君となら傷ついてもいいかな。ねえ、君のずるさを晒してよ。ねえ、僕のダメさを叱ってよ。これからもこの先も僕の心を作ってよ。ねえ、君が笑うと弾むんだ。ねえ、君が泣いたら痛いんだ。君だけが、君だけが僕の心を作るんだ。するさを晒してよ。ね、僕のためさを叱ってよ。これからもこの先も僕の心を作ってよ。ね、君の弱さを晒してよ。ね、僕の強さを信じてよ。これからもこの先も僕の心を作ってよ。ね、君が
くって